当俄罗斯老丈母娘来中国以后，都不厉害了。我是老丈母娘。看看谁来了啊！刚下飞机就来了顿梅菜扣肉。在去女儿家的路上就开始描眉画眼。刚到了山东济南机场，人家就有重大发现。摩妞老丈母娘说，这个省的人肯定能喝酒。我正纳闷呢，他咋看出来的？结果人家摩妞老丈母娘说，从他下飞机往出站口走，这一路全是白酒的广告。哎呀，专业，太专业了，都是酒林中人。我心话了，你来山东就对了。водки, поэтому у него некрасивые зубы. 哦，要说这好喝酒的人，总是会以各种理由找酒喝。这老丈母娘说人这个酒的品牌代言人，皮肤看着真好，真年轻，肯定是经常喝酒喝的高手，这绝对是个高手。结果刚进他姑娘家门，就开始检查我俩给他准备啥酒了。来俺家没有别的事儿，就看看大伙送他那些酒有没有给他动走了，瞅瞅。要说还是我家那老板懂事，我丈母娘一进屋就给他展示婆婆给自己买的衣服，我猜那意思是告诉摩尔妮老丈母娘不用担心，在中国一切都很好，特别是她的婆婆对她有多好多好，所以我猜这才是这对中俄跨国亲家母人家姐俩关系处得好的原因吧。俩人一见面先是相拥而泣，紧接着不用说，那就是他俩人最擅长的把耶和里了。他说啥？我为了给你听一下啊啊啊啊！可以。我爱你，我的家。哎呀妈！我的家，我的家。哎呀！好。妈妈 молодец， 爸爸 молодец， 爸爸。妈妈 молодец， 爸爸 молодец。对。那不是呢？不用妈妈 молодец。молодец。Я молодец， Настя красивая。高的你找了，高富帅，我给你找了，高富帅。我说那别说的，把大的给他上去。来来来，你说给找高富帅就高兴了，你啊。大的也不敢。再接一次，那不就是见不到那公司？你找高富帅就高兴了。